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。李香琴1959年演出有：一、血泪洗残肢、色桂之香；二、思敲记、色送后；三、白娘娘借尸还魂、色百花蛇妖；四、琵琶巷口故人来、色周色红；五、出嫁重夫、色李小薇；六、沉香扇、色蔡兰香；七、野花香、色朱慧玲；八、除却巫山不是云、色王正兰；九、天赐良缘、色宋姑娘；十、红孩儿水晶宫救母、色庞精；十一、三者下凡；十二、穿金宝扇、色李桂英；十三、凄凉媳妇、色蔡香兰；十四、夸凤成龙、色大公主；十五、铁扇公主神火破天门、色蜘蛛精；十六、白发魔女传上集、色木九娘；十七、春灯与善恨、色秦妖凤。1960年代，李香琴1960年演出有：一、冷月寒梅上集、色孔秀凤；二、冷月寒梅下集、色孔秀凤；三、蓝袍野桂香、色皇后；四、双孝女万里寻亲、色马小红；五、雨夜惊魂、色莫方；六、冷暖亲情上集、色邓美君；七、慈母心、色周丽丽；八、三思四命五重冤；九、龙凤合欢花、色赵碧霞；十、白蛇女碎尸还业债；十一、银瓶太子阴阳何会妻；十二、龙虎斗江南；十三、美人计；十四、神灯；十五、女黑合飞鹅岭救夫；十六、孝道；十七、银龙太子斗八仙；十八、小宝宝七气乌龙王；十九、换巢鸾凤；二十、在世奇缘；二十一、七彩金叶菊；二十二、荒山道尸案；二十三、五毒白骨鞭；二十四、翠流春晓；二十五、两代恩情；二十六、电梯情杀案；二十七、孝感动天；二十八、娘子军蜂凰；二十九、哪吒蛇山救母；三十、花落江南廿四桥；三一、阵阵惊魂；三十二、摩登新娘；三十三、鸳鸯江遗恨；三十四、第八才子花千记；三十五、公寓谋杀案；三十六、长断江南燕子归；三十七、三十年胭脂泪；三十八、飞梦奇缘；三十九、卖花得美；四十、月下奇逢；四十一、西河会妻；四十二、乌龙王飞来艳福；四十三、乌龙王发达记；四十四、李仙传；四十五、鸳鸯江遗恨下集大结局。好，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分享呢条片啦。拜拜。